鸡啦！走，拿鸭子去。英子没下来，英子没下来啊！英子吧，英子可以关注一下英子。你看，鸭子是脏的，你看我身上的衣服脏的。是啊，没办法呀，妹妹呀，没办法。妹妹他们不容易啊。你看他们还在吃这个鸭子啊，你看还在吃稻谷。被雅诗搞懵逼了。鸭子抓好，开始上车了。经常要摔跤吗？问题是这个摔的是跟我爬，它上面会不会掉？鸭毛满天飞呀、啊！左手一只鸡，哎呦我的妈！那两只吧。杀鸭子最后一步，你更勤快感，你一身都是泥巴，我一身也是泥巴，你看。所以说你也勤快。我不勤快。哦、每一个鸭子里面还要放那个吧，鸭肝。哎呀，不动就给不拉过灯就行了哇、哦！哎呀。把篓子。哎，其他那几个篓子来。那篓子可以放吗？那篓子也可以动啊。给那个留个洞啊！洗一下，下面有那个刷。哎呦，自己掐到自己。咱们这个矩阵里面都是石头。是鸭蛋。看我家的鸭多可怜，都是吃石头长大的。我去，因为我家鸭子喂它一顿，然后只有下午喂一顿。你看这个鸭已经有鸭蛋了，有鸭蛋了呀，饿的人家吃石头了。来来，这里还有一个鸭蛋，看看看看看，那个是鸭蛋吗？蛮下蛋的这个鸭子。哎呀，这么大。嗯，它怎么就一个吗？那挺细的，应该小的点。吃石头师傅，你这鸭子还能长那么大？不吃石头怎么那么大？对，这个石头真的是肥鸭子的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大家以后就用石头就养鸭子啊，免费的都是。真的好多石头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是石头这些，你看看。细碎的哈。都是细碎的，都是石头。